行动力挺直方的例子还有一个在宜兰的一家饭店业者，他们推出王建民套房，在房间里头摆满了王建民的海报、球衣，甚至相关的产品，甚至呢连上厕所都还可以戴上面具，踩着粉雷板看着王建民的书籍哦，这真的是让球迷直呼他们是身临其境。男子戴上捕手面罩，拿洋基毛巾为王建民加油。仔细瞧瞧四周，贴满王建民的海报。这里不是球场，而是饭店厕所。洗手台变成棒球造型，马桶旁还有本垒板，带你进入王建民的世界。等一下，你最喜欢哪一样？就是这个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很想当捕手。哦，所以特别来订这边的房间。对，我想帮王建民接球。不止厕所，房间里你看到的全都成了王建民王国。洋基抱枕、棒球台灯、王建民球衣、棒球卡、棒球糖果、手机座、王建民亲笔签名球，甚至还可以玩棒球游戏。打安打全全打，哇，安打了没有？没有。第一次看到这么多都是王建民的，因为平常可能自己去花钱的话，要花很多钱，甚至要。甚至有可能都买不到，在这边都看得到。球迷住到这个王建民套房简直嗨翻天，因为这些摆饰价值不菲，有的更是难得一见。饭店业者特地推出这个王建民套房，只要在四月底前穿着有关棒球的服装，就能以不到1500的价格入住，让你身临其境，沉醉在王建民的棒球世界。中新闻林医生黄姿慧宜兰采访报道。